为了提倡环保减少塑胶的观念，并且以实际行动落实伫生活当中。鹿港台湾玻璃馆针对馆内餐厅茶食物的器皿，拢用玻璃材质，而且食了了后，阁会当炸回去重复使用。希望将环保的概念推广出去，邀请更加侪人做伙来环保爱地球。为了要提倡环保减塑胶的观念，馆内餐点全部拢是用玻璃器具。总经理林兆谦指出，减塑胶行动除了伫馆内落实，公司嘛连续几落年配合参加净碳活动，拢是希望让更加侪人知影环保的重要。我们在这个古早味这个地方，吃完了餐，把这个玻璃的器皿带回去，最主要呢，我们也希望大家来做一个环保的活动。减塑的这个活动，我们已经连续好几年了。配合整个海岸线的禁滩，那我们希望借着这个地方来这个玻璃馆的人也知道，我们不是指商业行为，我们希望也是有文化跟形象，然后把我们整个海岸线的那个清洁，借着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嬷带着孩子一起去做这一个实际的行动，那我们整个教育真的落实在我们的整个小孩子身上。那同时呢，我们也希望在我们的馆里面呢，也就我们这个地方也让所有的来宾都知道。林兆谦表示，环保的观念为家己做起，并且让更加多人来参与，共同来保护大家美丽环境。新中华新闻蔡中青鹿港采访报道。